大家阿妈呢哈，有台语歌，有日本歌，有国语歌哈，啊，更加者，这首呢是意大利的民谣，啊，1898年呢，百几年前的那不勒斯民谣哈，啊，伫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，芬兰世界的这个世运会中间呢，煞把这首歌当作意大利的国歌哈。啊，这违反着世界这个国际礼仪，但是啊，因为安尼，和这首歌成做世界的名曲吼，四大男高音有唱过吼，我说了没有？直接给大家献唱。来宾掌声鼓励。